家好，欢迎来到外科技。提到超级本，你们首先会想到什么？不就是很轻很薄的笔记本电脑吗？首先，超级本这个概念还是英特尔提出来的。英特尔作为电脑领域具有绝对优势的上游供应商，曾经定义过很多大家熟悉的产品，如 UMPC、MID、Netbook 等等。每个产品的定义都来自于不同的背景。超级本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起初是为了应对苹果 MacBook Air 的竞争，后来又发现 ARM 架构产品的突然来袭，在前有狼后有虎的夹击之下，超级本自然被寄予了厚望。不过这个产品的定义也比较模糊，主要在性能、续航时间、具体功能上做了一些指导意见。产品的外观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 GPD 作为国内同时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迷你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提出了自己对超级本的理解和定义。屏幕不能小于 8.9 英寸，且不能大于10英寸，重量要控制在700克以内。作为一家之前只生产7寸以下屏幕迷你笔记本的电脑厂商，对超级本的理解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这倒非常符合我对迷你笔记本电脑的要求。 8.9 英寸的超级本还没有厂商推出过，正式上市后肯定要买一台。在这之前，我有幸拿到了一台内测机，可以提前感受一下这个新品类电脑产品的使用体验到底如何。我手中这台是英特尔 M3-8100Y 处理器的版本， 16G LPDDR3 双通道内存， 512G 的硬盘，这一套硬件组合可以说是采用 M3-8100Y 处理器电脑的最高配置了。在鲁达式跑分中可以达到 10.5 万分，比采用了 M3-7Y30 处理器的 GPD Win2 掌上电脑高了3万多分。这两款电脑的处理器跑分非常接近，主要在内存和硬盘上拉开了差距。 PR Max 的双通道内存显然要比 Win2 的单通道内存性能更强，硬盘性能的差距就更大了。鲁达式跑分在这一项上就差了2万多分。具体到读写速度上， PR Max 硬盘的读取速度达到了 1.6G 每秒，写入速度达到了 1.4G 每秒。NVMe 固态硬盘的读写性能优势是压倒性的。在其他的硬件配置上，屏幕是来自 JDI 的 8.9 英寸全贴合触控屏幕，支持10点触控，分辨率为 2560×1600， 80.9% 的屏占比，16:10长宽比，显示效果非常不错。屏幕下方转轴上还提供了一个隐藏设计的摄像头。在键盘布局上， GPD PR Max 进行了重新设计，在双手输入时也不会有局促感，完全可以双手的盲操。键盘下方是一块触摸板，方便进行鼠标的控制，鼠标左右键均支持，妥妥的可以作为生产力工具了。右上角是电源键，同时也集成了指纹识别模块，在系统的安全性上有了一定的保证。接口上，左侧提供了一个 USB 3.0 接口，一个耳机孔，一个麦克风孔，右侧分别是一个 USB 3.0 接口，一个 USB Type-C 接口，一个 Micro HDMI 接口。接口可以满足基本要求了。底部主要的设计是一个进风口和四个脚垫，出风口隐藏在转轴位置，不过这四个脚垫的位置过于居中，在使用过程中笔记本的机身就比较容易发生翻车的现象。此外， PR Max 提供了一个9200毫安时的大容量锂电池，根据官方数据可以连续播放8个小时的本地 1080p 视频，标配的24瓦充电头支持 PD 2.0 快充。在重量上， GPD PR Max 的官方数据为680克，对于经常出差的朋友来说绝对是神器了。最后说一下价格吧，我这台高配版本 16G 双通道内存加 512G NVMe SSD 加英特尔 M3-8100Y 处理器，预售价格是4899元，正式零售价是5299元，预售时间目前还没有公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在之后的视频中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款笔记本电脑的使用体验，尤其是游戏方面的体验。如果你对 GPD PR Max 还有什么其他想要了解的，请在视频下留言评论，我会一一回复解答。同时也欢迎关注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视频更新。